你我之间不表现刻意，刻意太多像是演戏，举手投足间散发出让人退却散发的魅力，完全无法想象你有多么狼狈，让世界防备，让你不要针对，让你站着。其实我讲认真的，就是你一听也知道说很多人都是他们本来的歌然后把它套到这个 B 里面，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啦，就是你选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选哪一首歌套到这个 B 里面，因为其实一样就是在八拍里面循环，哪一个你哪一首歌的歌词适合这个 B 可以写进去，那很重要这样。因为他没有少数人士，就比如说哦我拿到这个 B 然后现场写这样，但大多数人都是哦就是他本来的歌，不然不会这么工整啊，他本来的歌然后的词然后来套到这个 B 上面，其实这样是 OK 的。我自己的歌就是比如说相信的呐喊好了，我把那个歌词你套到这个里面也是 OK 的，只是合不合的问题。流泪你想众人皆醉，结果到处赔罪啊，你觉得没差，大家这么对你是大家欠你，是他们欠你一个道歉，不是你欠排挤，是他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发起了攻击，也不是在意就应对，有点 bad trip 也不再真傻傻的回忆，话不投机让我表演，不用讲话就凝结空气啊。我觉得他的那个唱法那个可以告诉他哇就挖个 IG 就有 Maybelline 底彩绘的照片，谁的美趴着我再见你，价格并不便宜，台北都是陷阱，年轻人一定要学聪明。 If you don't get it， 把你看着我的影片再加 copy 一百遍， Baby let me get it， 我不看肌肉脖子但我想看你的蜜大腿，那个谁我在流口水，今晚想吃下不宁，心哪里在心哪里我不知道。我干你娘，他那个就是他虽然说是用一个比较呐喊的声音这样出来，哇好糗好糗，他就是在整个那个 B 里面行云流水这样把它套进去，我觉得嘿很棒，真的很棒。哦一样歌词是很棒哦，但是不一定适合这个 B 哦。还是找不到痛，也弥留的梦，也遗留的缝，也向前在连接神经中的动线。你说你可能会犯累，是没觉得你在叛。高材生发了力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写啊，我想高材生的词汇迟早应该蛮宽蛮深的，不一定要用发了力这个东西，发了力这个东西中国用语哦。睁大眼睛 tell me what you see， 兴奋的战斗就过重了 let it reach， 全力心脉膨胀，毛毛风景太久回来生疮，都在暗处即可遇生效，瞄着你眉心开了一管闷香。他这种 flow 就是有运用到一种 DJ 的技巧，就像 DJ 说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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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他是用 flow 的方式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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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蛮喜欢这种 flow， 这个很 old school， 我故意把手撑开的。我觉得触鼻很重要啊，人生在世就是很多遇到很多的不满啊、悲伤啊，或很悲愤的事情，我觉得人生触鼻很重要，这个 lifestyle 我觉得很棒。像你看他比如说他刚唱了一个什么大嘻哈后补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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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东西，就觉得说哦他至少有因为这个 cypher 他有写新的词，不管他前后是不是套是不是他本来就写好了，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说哦他有因为这个 cypher 或说这个节目他写了新的词，而不是拿旧的东西来套这样子。像我就 respect 啦，金光闪闪是假的勾芡，你那是挂 g 吼，你就讲你是挂 g。哎，再来一打，再是再见的再 ，goodbye 那个再啦。不然这很棒，你看台语公阿认得这么行云流水，这个在家部分真的这么难吗？认真认真认，他那个台语双押真的很屌，但在家部分真的要讨论一下。
做头拢是歹，一条新的听完，恁袂用敢那有，恁拢爱有，恁袂我才买。哎呦，迄个烟斗我上叫做阿坤曼文。你是外行的吗？瑞莎，哦，好可惜，会不会是因为他讲了中国用语？他的词汇跟词性运用的非常得当，我真的觉得他非常可。你看他上一首唱的，跟他现在这个 Cypher 里面唱的，就觉得哇，他真的好会用词哦。学历比较高的、啊，不管他们台大的还是政大的这样子，你做的词汇里面是比较 local 的，或者说比较窄的那种，你说你是街头诗人，可能没有人认同。毕竟在知识量方面跟文学方面有做比较深的钻研，写出来的词汇，其实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他很可惜，好可惜。你看他们两个完全就是相反的两个痛，你知道吗？包夜便当他写的东西，他载的就像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一样。瑞莎他写的，哇，就是词竟然可以这样子写，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极端这样。但我觉得结合在地文化，然后跟你喜欢的饶舌文化结合这件事情，然后能做到歌好听让大众接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瑞莎那种风格，可能你不认真看他的歌词，你会 get 到他想说就是他可能没有这么 turn， 没有这么哦，没有这么顺耳。你认真看他的词，你就会觉得说哇，他写词好屌，走到进度很凶啊，歌词啊，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主持是很告别。他这样，因为不是很多饶舌歌手出场这样，欧吉虎要割死大家哦！真的很可悲。我的小赛上，你是问伊讲有小赛过？林北部的帮人小老，拢是把人小老过。被你把面头前臭味，先去探听我的单位，上无背景乃是歹势。借问你是佚佗倒位？今麦吃十件爱客气，哈？刚要上班，出门都较注意，无法度保障你的安危。要输赢，咱就配甲百年，厝内唔通漏屎哦。无你弟弟妹妹爱听阿哥专用，是用笑死哦。身体。哦，他刚那个台语的那个尾音很 chill 哎，叫塞呀，叫西呀。国外很多饶舌歌的尾音会这样子结尾，他用台语去融合那个哎呀呀，我觉得很酷。虽然长期咱无好料，做人确实真客气，但别想要徛。互相尊重，那是无人甲你夹，至少后一摆阁有机会，互你时间差。哎，这个台语大家增加一下知识一下哦。他刚刚说，他刚那个 CC 字幕写差错有没有？一点没够细个差了，字脚差，细个差比较像，如果用英文翻译的话，就是 accident， 意外啦。这句细个差要讲出去给人家听说，我台语讲哦，一点没够细个差的，别阿母。哇，这很屌啊！他用台语写那个 flow 真的很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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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这个用台语写真的很屌 ，respect， 一波牵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可惜。哎呦，高材生哦！写完这个 cipher， yeah， the diamond 像个钻石，大金 pro， 有你打起精神超崇拜，高雄爱跑跑跑，当上是第一位，想象着自己会看那个位置，如果是比中一，那你们有机会，别低头就可能射着，一比还在想打针，还有你跟我比拼的特色，我高雄代表王克哥哈。我觉得他不错呢，不错呢。今天如果比如说一个四十几岁的阿姨要想胖，一个不要脸呢，说 PUMP 是什么回事，你知道？但是你胖，你说哦胖哦，你叫你加胖哦哦，挂个不离好听哦，袂歹哦，阿你唔真好嘛，对不？但是他真的唱的不错，认真。马克，马克，耶耶，哦，耶。不要闹了，就你们这种程度，表里不一的陈述，要怎么才能够撑住你们的那口气？怎么说你们才能听？哦，他的 vocal 真的很棒。像是面前已经有力了，怎么会有人信？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我的敌人，不是那种自然的要命。我的意思是敌人是自己，懂或不懂都没有关系的。做错了就会有新的，这首是不再新的，这些我就不担心了。I let it take over， 你那跳不够意，我来控台意。喝阿麦个错，搁卡车嘛不高兴。输得安尼，我较看到人双笑眯眯，安尼要安怎就抓？歹势一拖，你不看恶劣。我
中国宝贝啦，什么都得背啦，什么都可以得的功力，阿里龙喝的喝，下面的麦酱，阿里不掉，如流吃彼得。哇，台语 respect。但内容比较大调，哇，过年呢，真的是不利亚秋了嘿。但是我比较 prefer， 如果真的有团队的话，就是吓到自己的团队，就像吓到你们一样 ，KWL 去这样。啊，像我真的就是比较怕个人的啦，哎，就是我一个人这样子。但是讲真的不太可能啊，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起来，真的要这样，也还是要靠大家嘛。就像你们现在在看直播，大家。这个 beat 太绝了。对音乐的爱与热情从来不曾变心，来 Stevie 去肉体，偶尔小心你欲命中小雨投入消除 Day one home is only shot， 激发你击败你正能量，随时随地攻击，扣你算个老几，老几我叫汤杰，而老子没在怕你攻击。No so tight life for the gifts， 又靠变成 skyline 回零机，让我 take off 掉在 private jet。 那刚刚那个罗马拼音是台语吧？回零机呢？毕竟都会 rest in peace， 会经历许多挫折，但取舍时总是多鬼迷，像夜说过的 life。这就是我说的台式英文这样子，基瑟斯，基瑟斯很台式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可能有人会押韵啊，会把那个我们用台湾一点的讲法好了，就是子音念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S 啊，比如说 H 啊，但通常就是跟正版的英文，就是不会有人把那个 S 念出来了。偷偷啊呢，你要学那个酷靠讲标准的英文的话，你就讲标准。那如果你要台式，你就台了基瑟斯，我觉得还 OK 哦。但是如果他从头到尾都是这种台式英文的话，你就觉得说哦。很一致，其实就是歌里面就是要求一种一致感嘛，就是他前面其实念的有点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取自于，因为早期的那个美国西岸的饶舌歌，他们会讲，比如说我们讲 bitch 这个词汇好了，他们会 bitch， 他们会故意把它念成这样，像那个拉丁语系他们啊，他们就是讲英文一定会有一种腔啊，但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有一种腔，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哦，就是很平顺，他就是你就听得出来说哦，他的母语就是拉丁系的语，台是因为什么 ？Thank you, thank you。那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台式英文的话，会觉得说哦。你自述一格，欸，我真正 thank you， 我 thank you 你，我 thank you 你，我好感中 spider 啊。像夜说过的 life is a crime， 是个 great speech， 从板桥到三重 OP， 再到三立寸气，没人自知的滋味，若非传奇 ，Would you ever write me？ My life amazing， legendary 类型电影 under the world's rock， 这次回忆剧情带猎奇，请再追次。不要以为我没有在看动漫哦，《我的英雄学院》里面那个什么，他的造型应该是那个他妈家里很有钱的那个。报告，像这种就是为了押韵，特意把那个平仄，大家懂吗？就是轻声一二三四声啊，把它一体化变成平的。王乐沃斯塞，不要跟 B 太脱离的。举线上的艺人来讲好了，顽童的小春他就蛮常用这种技巧的。我们押韵要押平仄嘛，我押的最后双押是比如说二声三声好了，我下一个 bar 也会是二声三声。下一个 bar 我虽然有押到韵，但是他可能的他的平仄不是这么顺。我就会把它改成这个啊哒哒哒哒哒，但是它本来可能不是二声三声，甚至说它本来是二声三声，我把它改成全部都是一声这样子。上上了 X 是我不对，我在超强喝孟婆汤，位置看上茶喝太忙，要我帮啊快 action， 起床我都开始爽，换酒网帮个忙，出门晃晃 smoking some， 修上幸亏撞进去他的前方，还能在桥路乱撞，耶、yeah, 撞到天亮，耶耶加速过往。这个 flow 讲真的就是在 trap 里面就很多人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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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熟？玩耶耶，全部海防，每次出现在台上，他们都玩得 very fun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体堂多风光，还比皇上都嚣张，把道德罪的房子。他这样唱就会让你就很出戏，皇上斗小子，咚咚咚咚咚，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出那首歌吧？我个人是不喜欢的。我待会哦下播了之后去大便，大家可以写三首这种认真。这种饶舌歌手，第一点身上带很多珠宝，穿得很 swag， 臂很华丽，歌词不知道在唱啥小，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听过我做的那首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感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唱啥小，我就是为了当这种事情，现场范例大家可以看一下。